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咱们今天去给大家带来这个消防车。咱们今天依然是在这个消防总部指挥这个消防车进行救援，是吧？这里是怎么回事啊？感觉这个都是雾蒙蒙的，是吧？咱们都看不清楚了啊！这个是咱们的洒水车。好，咱们看一看到底是哪里这么的一大片，是吧？Consider it done. 但得把各个地方都啊配备好这种消防车，紧急救援，随时准备着，是吧 ？I'm on it. Count me in.Yes, I'm on it. 但是这一期我很非常纳闷啊，我们到现在还是没看到哪里有火情。但是这个 这个车的话，咱们得好像咱们得要把它先拖走，因为这几个车啊都是油罐车，都是这种比较危险的车型，是吧 ？Yes, okay.Yes. 好，咱们这个路上到处有消防车。Yes. Okay. 这几个危险物品啊，危险车辆，咱们得把它带走，是吧？准备把它带走。Yes. All right. 咱们要确保绝对的安全，是吧 ？No problem. 不能出现一点意外。好，咱们把路上这些消防车全部准备好。好，这一辆车，这一辆油罐车，我们已经打包好喽。Can do. Count me in. 好，咱们。Aye aye, sir. Count me in. 好，咱们看看咱们这个能不能把它安全送离啊？这个废弃工厂。Aye aye, sir. What's up? 还是非常帅气的，是。Yes. 好，还有最后一辆。What's up?这是我们的消防快艇。We cannot access the location. Yes. We should select right away. Area to position ourselves. Understood. 哇，咱们这个非常过瘾啊！咱们这要点一下啊，这些家伙都有跑过去，是吧？好啊 ，perfect， 最后一辆已经打包好了。Await order. Aye aye, sir. Got it. 好了，小伙伴们，咱们这一期视频的话就给大家带到这里。喜欢咱们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订阅或者点亮下方的小爱心，给咱们一点小小的支持。咱们在这里给你们Yes. 保全喽，谢谢你们。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